面对台湾的社会环境，社工的业务是愈来愈繁重。宜兰义县政府为着要来感谢着社工朋友长年以来的辛苦，是特别来安排90位的社会局，阁有几个社工，到汕头糖厂轻松来做一日游充电。县长张华官相当感谢这群少年朋友无私的付出和奉献，是特别尊重之意。除了讲地在每一位社工巧克力的回收，而且阁代表所有的县民用。社工来讲出心中的感谢。社工服务对象涵盖儿童以及少年、妇女、老人、身障者家庭，提供的服务包含责任通报制、保护性社工人员24小时备勤、陪同咨询甲出庭、医疗协助、紧急票号或者短长期安置、经济协助、社会救助等等。因为兼具照顾与控制两种特质，受到人身伤害的风险也愈来愈高。所以希望辅导大家都能够哈，尽量哈，能够通过这个考试哈，来做一个是好好的哈，来照顾我们嘉义哈这个社会的一个社工师哈。所以今天借这个社工日，特别来谢谢大家啊，啊，感谢大家，大家哈，真辛苦啦哈。社会局指出。社工担负安定社会责任，以处理相关的纷争，以及社会救助以福利补强。只是社工经常面对弱势族群，又阁必须兼具情、理、法，在不违背、不强化法令范围下，连接社会资源介入，如何积极应对，成为社工真大的考验。张华官特别勉励辛苦的社工伙伴，照顾别人的同时，爱家己更重要。先新闻就来先盖棺采访报道。